好，我看一下这一个三角形，它说有个三角形 ABC， 好不好？老师大概画一下，有 A 有 B 有 C， 这样行不行？题目说角 A 对面是几？小 A 是几？根号二。角 B 的对面小 B 是几？根号三。那角 A 是几度？45度。好吧，他说角 B 是钝角，求角 B 怎么算？你观察一下这里有什么特征？他强调对边对角，对边对角，强调对边对角，麻烦用什么定理？正弦定理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 A 除以 sin A 会等于 B 除以多少？ sin B 是除以2。来告诉我 A 是几？根号2。除以 sin A 几度？45度。等于 B 是几？根号 3。除以多少？ sin B， 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之后，麻烦把交叉点按相乘，根号二乘上 sin B 会等于根号三乘上 sin 45度是几？二分之几？根号二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sin 45度是二分之，所以乘上二分之根号二，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，根号二约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知道 sin B 就是几？二分之根号三。所以说请你告诉我 B 是几度？ sin B 等于二分之根号三，可见角 B 是几度？60度。但是问题来了， sin 什么号？正号。它可能在第一象限，也可能在第二象限，对吧？第一象限是60度，那第二象限呢？来告诉我， sin 几度等于二分之根号三？60度嘛。所以第二象限60度是不是这样画？所以说告诉我这个角度是几度？120度。所以说角 B 可能是60度或是12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很抱歉，题目说角 B 是什么角？钝角。所以说答案选几度？选120度。OK， 这样行不行？行后把这边看一下。